临近电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由我所主持的六度头条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依旧是有三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呢，是中国的政府，特别是中国的外交部门，这两天呢，可以说呢，在这一周里呢，不断的在沉浮。那么连发了三篇文章啊，第一个呢，是来自于外交部部长的王毅，第二个呢，是来自于前外交部的副部长，傅颖，还有一位呢是前外文局已经退休的一位副部级的一位干部。那么呢，都无疑的都是在表述的什么呢？说美国是老大啊，我们愿意当老二啊，或者是我们连老二也不当啊，只要是双方中美之间有任何事呢都可以谈，甚至呢美方的清单呢我们都应该认真的去倾听和认真的去面对和应对等等各式各样的话呢，是连猪豆的似的，一排排的呢发向了美国，发向了全世界。突然之间呢，所有的战狼呢都变成了羊。这个呢，尤其是从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昨天啊，那么可以说呢，突然之间呢，又发了一些最具体的一些文章。那么这都引起了很多人的深思，这到底是一种真的忽悠，战略忽悠呢，还是呢习近平真的怕了，还是真的服了呢？一会儿我们做一个，跟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讨论。还有呢，就是清华大学的许章润先生。许章润先生呢，昨天也就是星期天，我指的是北京时间啊，那么星期天呢，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啊，获得了释放。那么在接近一周的被拘捕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些什么呢？那么许章润先生呢，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并且我们在这一次呢，获悉到什么呢？在周一，也就是北京的昨天啊，那么已经呢，清华大学将其的校籍，包括他的这个除名啊，他的教师资格啊，还有很多东西呢，都进行了除名。下手呢，真的是非常的快，而且非常的狠，并且引用了一个词，叫道德败坏。这到底是如何呢？还有一点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和大家都不应该忘记的，今天的7月13日，今天7月13日呢，是刘晓波是13周年。刘晓波先生呢，可以说呢是很多墙内的人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而他却是一个在全世界很多人都了解的人物。那么他的好友廖一武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说呢是以殉道呢唤醒了中国人。那么唤醒了吗？能够唤得醒吗？刘晓波先生的一个人的殉道真的能唤醒十几亿的中国人吗？我们一会儿呢也会讨论这个话题。首先呢，让我们进入到第一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呢，就是向美臣服。北京的外交呢连发三文，习近平的战略的忽悠呢还是真的服气了。首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那就是王毅的一篇文章。在大约一周以前，王毅呢发表了一篇文章，在网络上呢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啊。那么他的话是这样讲的，说呢，中美之间有1000个理由啊，也就是习近平啊所讲有1000个理由呢，可以呢搞好双边的关系，没有一个理由呢要搞坏中美关系。当然王毅说出这个话呢，了解王毅的人或者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人呢都非常清楚，王毅呢这话呢确实说出来让人比较惊讶，因为他长期呢就是一个战狼，天天都在撕咬着美国，撕咬着任何一个国家，似乎习近平直到哪儿他就能咬到哪儿，不是打到哪儿。突然之间呢变了，变得呢马上要和美国呢要恢复成多么好的一种关系，这让人呢不得不一惊，这是有没有理解错误呢？我们在会议室的一位网友呢发给我私信，他说呢，马先生，您讲完了这件事之后啊，我就立马呢把这个消息呢告诉了我国内的朋友。我国内的朋友呢说不可能，绝不可能，分析绝对是错误。但是呢经过后期的2-3次之后呢，那么很多人相信了这一点，真的看到了中共呢在低头。那么第二份呢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中国的前外交部的副部长，退休的傅颖，当然他也曾经担任过人大和政协的外事发言人，现在呢是清华大学的一个跟外交方面有关系的国际关系方面学院的一位教授啊，或者当然也是一个领导者。那么他的发文呢也是呢采用了这样的一个方式，
他说呢，我们应该重视所有的美方关切的清单，同时呢，我们应该理解和尊重美方的需要，而不是总是说我们哪里哪里对了，要求别人和我们一样，而应该是我们去倾听和认真的去面对美国人的诉求。这无疑就在讲一句话，就说呢，我们认你们的清单，什么都可以谈，再加上我们认你的清单。这两点呢，已经呢说得很清楚了。但是这两篇文章发完之后，似乎还不过瘾，似乎还是没有达到效果。昨天又来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就是外文局的前局长，现已退休，也发了一篇文章，也讲的呢是听着不一样的话，但是目的和目标呢，方向呢都是一致的。连续发了三篇，由国务委员王毅这样的一个副国级带头，之后呢，有外交部的前退休的副部长，加上外议局的退休的前副部级的一位局长，那么这三人连续发的这个三文呢，让很多人看到之后呢，都清清楚楚的表明了一样，就是呢，我们要准备向美国臣服。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话我要问问我们在线的联席会议主持人们啊，包括我们的观察员们，你们相信或者是认为中共习近平这是在战略忽悠呢，还是他真的最近被川普总统和美国的几板斧给打闷了呢？我们有请哪位先来给我们发言。好的，谢谢老生常谈先生。老生常谈先生您请。哎，你好，马姐啊，那个各位观众，大家好。这个新闻我也看到了，就是王毅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啊，最近比较密集的这个放软身段。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共对这一段时间对这个脱钩啊，就是美国真正朝实质方向这种脱钩的这种行动呢，非常的在意啊，也是中共打到了中共，我认为是打到了中共的七寸，这是对中共是。中共现在一个政策呢，一个方针呢，就是防脱钩啊，从各个方面啊，从外交、经济啊、贸易啊，从各个方面，包括最近中共你看在那个，落实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方面呢，它也是做的比较不错的，包括采购啊，包括这个对国内的一些金融领域的开放啊。保险业啊，大张旗鼓的，他真的是做了，确实他做，他不做也不行了。这次因为川普政府呢，这些政府呢是真的不让他不会放过他了啊，所以说他在短期，可以说中共在短期内啊，在近期内是让步了。另外，中共呢他也不想做，说老实话，像美国这种像川普退群这种行为呢，中共也是比较怕的。你别以为是中共给了中共一个机会，一个空隙，让中共可以填那个空，填补美国这个退群这个空缺，啊，实质上在增加了中共在国际上话语权。其实这是一种双刃剑啊，美国这种退群呢，中共现在还没准备好，他还是，所以你现在把它拱上去的话，等于放火上烤，啊，虽然他肯定当了这一个世界老大可能是，但是呢，作为他来讲，以现在的目前实力来讲，他也自己知道。现在要完完全全取代美国的话，他是真的是不想短期内，但是另一方面，在长期来讲呢，这种短期的退让呢，是为了他长期的登顶呢做准备的。长期来讲，他称霸世界或者取代美国的这种长期目标，这个是不变的。所以这件事呢，分短期和长期。短期，中共真的是想退一步、退两步、退三步，在非核心利益方面退步、让步。在长期来讲呢，他的目标并没有改变，就是并没有改变。谢谢。但是有一样东西，您得总结一下，您能不能用简单的话语总结一下？您认为这是中共的战略忽悠呢，还是真的被打服了？我刚才听您的话呢，似乎是中共真的是服气了，或者是已经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了，是这样吗？我不这样认为，因为中共一直是这样，他本身就是怕的。最早他中共的一个底气在世界上，对吧？所有的话语权那个底气就是来源于经济嘛。所以他在经济上的话，脱钩来讲，对他经济打击最大。所以他一直都是
都是防止脱钩的。虽然他嘴上一直比较硬，现在只能说是嘴上放缓了，就是嘴上放软，嘴上口头上放软了。但是这个来讲呢，对中国来讲，嘴上放软放硬的话一直都有啊，一直都有，包括搬起这贸易战的时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什么对美国怎么样伤及更大啊，最后又是什么，最后又服软了这种。那我有一个问题要在这里打断您一下，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的这个问题是，您认为他们现在身段放软之后，您觉得川普总统这一届美国政府会同意或者会接受他把身段放软而饶过他吗？哎，好，你这个问题是非常好，也是我非常担心的。但是我认为川普走到目前为止了，啊，到现在这种情况上，要放过他的话，我认为可能性比较小。反而如果川普下台之后，假设说真的是民主党当选了，这个是最担心的，那个就可能真的是和解了。就像拜登说的，我第一时间。那我问您，您为什么要相信川普总统不会放过？但您也有略有担心。那么下一任，比如说民主党的或者任何人竞选成功的话那么您更加担心民主党的原因是什么呢？那这事实摆在眼前了，当然也拜登不说了吗？你两句话就从两句话可以看出他的倾向。第一句话他说中国不是威胁，最早的时候大家这个印象深刻，中国不是我们的威胁啊。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我一上任就马上参就返回侍卫这两句话你也看出他的政策肯定是不太一样的。你不看他嘴上说，你看行动做，那你再看川普政府两大，就不说川普本人了，就说他内阁里两大阁员，一个蓬佩奥，一个纳瓦罗，这都是人类公敌了，已经变成在中共的眼中。那你说谁对中共更狠？中共最怕谁？最恨谁？啊，谁？中共最怕的脱钩？那谁做的？谁导致了现在的脱钩？那不就是川普政府吗？还用说吗？这句话。所以说，有些人他一直说是什么什么什么川普什么的，其实这个东西我一直不同意的。我认为中共最恨、最怕。最什么的，就是川普政府，所以他现在先在放软身段啊。谢谢。好的，谢谢我们的老生常谈先生啊。一会儿我可能还有问题要问您，请教您。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陆磊先生，陆磊先生您请。建议您下次的时候一定要放一个照片，因为您这样呢，我们出去的画面是黑屏。我在我的照片啊，我是在 YouTube 上面注册了有照片，好像。应该我也有照片了，在送上面好像也搞了。不要紧，您今天可以讲，下次我希望您能够有个照片，因为这样的话会对民进会有一个促进作用。嗯，谢谢。OK， 谢谢。哎呀，讲到底气的话，前一阵子老毛的时候是拿十几亿人的性命做底气。后来有钱了就拿外汇储备做底气，那有了原子弹导弹以后呢，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作为人质做他的底气了。所以说对底气的话那也要看，然后说是软是硬的话就软硬交替嘛，对不对？至于老川的那个，我现在暂时不评论了。那这个事情但有一点就是说有24个小时老川得签那个东西，实际上签不签没什么大作用，你说对不对？因为众议院一票弃权一票反对，其他都是通过了，参议院全票通过，签不签退回去然后再回过来一个事。他甚至于不签，我认为也可以留着这一手啊。他如果蒸发的话，在9月份看那个香港那个什么，他是不是按一国两制啊？香港基本法对那个香港的那个立法选举还要干出啥？然后可能到时候川普24小时发表一个声明说：“哎呀，国会的东西还是太软了。”等我老川以后的手段了，对不对？如果到9月份以后，他下台之前再搞点出什么疯狂的那种硬的措施来，也说不准，对不对？但是伤人也会伤己，对不对？大家实际上中美双方领导人都会清楚。好，就这样，谢谢。
好的，谢谢陆立先生，谢谢。我们看我们其他的网友是否有这样的观点。那么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报道，那么就是三联发了这样的一些服软的文字啊，那么似乎呢显示呢中国准备低下头来啊，特别是以王毅为代表的。可是悲剧的地方在哪里？那么人能够信他们，就正如我们现在在网友啊，有一位在前台的网友说啊，美国人再信呢就活该了啊。当然这个话呢说的有点过，美国人信不信中共呢是按照他自己的价值或他自己现在的即时需要。有时候呢政治就是很现实的东西，有时候政治呢却是很遥远的东西，他们顾忌的呢往往是不同的，不同的人，不同的时段，不同的环境。但是呢我们既要希望美国能够做出来要求和推动中国的民主等等，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美国有自己的即时的需要，也许是华尔街的利益，也许是其他方面的利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交易等等，这本身就是国际政治的一个重头。所以呢我们可能是无法预测，不过有一点我们必须要在这里告诉观众朋友们，如果有人分析说习近平服软了，这个可能呢还有其他的信息呢，看来一支撑之后你就发现习近平并没有服软。那比如说这两天爆出的由纽约时报所爆出来的与伊朗的关系，那么中国呢与伊朗呢准备签订一个长达25年的一个战略合作时间，而这25年当中呢将会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呢获得来自于伊朗的石油供应，同时呢中国也会扩展整个伊朗的海岛的建设啊，码头港口的建设，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军事方面的建设，以及特别是安全方面的合作。最近呢中国呢在全世界特别是在中东地区呢利用自己的无人机，利用自己的相对廉价的武器呢，可以说呢一步一步呢打开了一些市场。在叙利亚的战场上，在利比亚的战场上，中国的无人机以及中国的各式各样的一些武器啊，那么军事用材、军事器材呢，似乎都在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人们看到了又廉价又好用的一些设备，那么现在呢，也被称之为了伊朗迫切的需求着来自于中国的各式各样的安全方面的一些武装。那么因此呢，双方达成了一个25年为期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协议。这一点呢，也似乎被人认知呢，认为呢，这其实呢是中国呢准备呢忽悠来一次真正的战略欺骗，欺骗美国。当然也有很多的美国的一些观察人士这两天呢也有很多的报道和自己的一些文章，其中呢我们摘取了三篇文章当中的一篇啊，这篇文章当中就讲今天的中国早已经露出了他的血盆大口，他的欲望是吞噬整个世界或者是控制整个世界，而他绝不会走向一个民主与自由的道路，因为这如果走上民主与自由的，那么中国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机器这个政体将必然会散架，因此他们一定会持续集权集权集权。它与人类今天建立的文明是所相冲突的，因此美国人，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国家的政体，任何一个政治家都应该看清楚中国共产党真实的面目是什么。我相信这句话呢已经说得很清楚，的确我个人也是这样的一个感受。那么现在呢可以讲呢，中国现在的用外交部的这些发文呢想来去忽悠或者是战略忽悠美国呢，美国可能上当的可能性呢是越来越低。同时今天也就正在我和观众们在交流的时候，也许这一会儿美国的川普总统呢已经签署了一个新的一个声明，那就是对于中国在南海方面的所主张的权利的一个声明。这是美国的第一次正式的告诉了全世界，美国对于南海特别是一些所谓的岛礁岛屿的一些政策。而这个政策呢我们虽然没有看到，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已经从释放出来的信息呢充分的可以看到一些眉目，一些边角料。那么是什么呢？那就是在告诉着我们每一个人，美国以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绝不会承认中国在南海的所谓的领土主权伸张。因为这些领土主权伸张呢是不基于联合国的海洋法，国际海洋法不是联合国的。同时呢也是没有任何证据的，因为中国政府说他们曾经在唐朝的时候、宋朝的时候、明朝的时候有渔民曾经到那个海岛上去打过鱼。这就犹如是说是什么呢？曾经有一个啊，那么来自于菲律宾的人曾经来到过北京去吃个饭一样，他今天可以拿下北京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在中国那块土地上，绝大多数人呢，却为了一个国家的土地呢而热血沸腾，但是他们却不明白的是，这背后都是政治的操弄。而这一点，美国第一次与一个核大国和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直接就领土的问题或者领海的问题直接的第一次的对冲，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具有划时代的一个意义，也意味着呢，美国将会坚定的、无疑的占领，或者是可以说呢，哎，捍卫国际自由航道的一个权利，也是为像越南、像马来西亚、像菲律宾、像台湾、像日本等等这些国家做了一个宣示。他准备呢，就中国这一段时间或者这几年来的一个扩张政策呢，给予猛烈的一个回击，也是美国政府呢一个新的一个表态。与此同时呢，今天也正在我们讲话之前啊，新闻开始之前的不久呢，我们看到美国最先进的侦察机也抵近了中国的广东省外海的125公里处进行了侦察。这样的频频的动作在过去是没有的，而且这架侦察飞机的先进性呢，是美国现在在太平洋地区的西太平洋地区的哎非最先进的一款侦察机。那么这些事件呢，都在告诉着我们，美国已经认定认清必然自己的敌人是谁，已经看得非常非常之清楚，而且呢，美国人呢在这一点上已经不再犹豫，已经不再呢去想象着一个中国有可能在走向民主，或者中国共产党有可能会走向民主，或者有可能走向自由等等这方面，已经不再抱有任何的幻想。这也许是一个好消息，也许呢，这是一个短时期内的一个冲突的一个开始。但是中美两国，特别是用我们知道前面提到的外文局的这位局长的话来讲，剩下的120天，也就是大选之前的120天，中美之间的关系可能变得很凶险。甚至滑向什么呢？完全的自由落体的这种下坠的形式里。是的，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那么包括微信等等呢，微信和抖音的禁止的这个文本呢，现在也已经放在了川普总统的案头。川普总统的手里呢，已经拿到了这个文本。什么时候签或者会不会签我们不知道，但是呢，这一系列的针对中国的各式各样的一些政策，从经济、政治、军事、国际合作、海洋权益等等呢，都在进行着新的一些部署，而把对方呢就是当成敌人，而不是假想敌。同时呢，美国也正在做着其他方面的准备，准备着什么呢？准备着对于中国在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有可能的脱钩。当然，这是一个很重的一个事情，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正如《华尔街日报》所报道说呢，美国一拳重击出去，击中中国的同时呢，也许伤到的人呢有一部分呢，而且是自己的人。的确，因为在全球化之后呢，经济、制造业、国际贸易很多东西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很多公司的背后的真正的老板呢是美国人、美国财团。是的，是这样。但是美国在国家利益或者是在二战之后的这样的一个秩序的稳定性的面前来讲，它是要接受或者选择哪一条呢？这也是一个我们需要更深刻去观察的。但不管怎样讲，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还是120天里，这120天里中美关系必然是跌宕起伏的开始。谢谢观众朋友们就第一个话题的参与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呢，要讲的是什么呢？中国的内部的事情。中国内部的事情呢，今天要讲的是清华大学的前教授，现在必须称前教授，许章润先生。许章润先生呢，我们知道呢，在接近一周以前呢，被从家中呢被数十辆警车，那么数十名。